要看见幸福的脸，烦恼不见，辛苦不见，汗水也都甜。绕了一整圈，我们又在这里见面，方向对了，时间对了，一起走向前。这是您爸爸啊、哦？歹势啦，我唔是超工，要安尼偷看、哦。我是看你心情敢若无介偌好吼、哦。你甲恁爸爸的感情足好诶吼、哦。我甲阮爸爸的感情嘛足好诶。啊，阮家哦，伫咧花莲开干妈店诶啦。啊，后来我过来台北了。就较无时间回去花莲，无法度一直陪伊的身躯边。我嘛是。我故乡的厝是伫下港，我伫北部做警察，我嘛足少有时间。因甲我爸做伙，还过逐摆我若回去，我拢会看到伊，安尼足紧要去骑伊个奥特曼，想要赶紧来甲我食，想要较早看到我，我看到伊安尼很急，很那欢喜的表情，我感觉我足对不起伊个。这就表示讲，伊真正足爱你个啊！阮爸，伊是起厝个啦。伊早伫个阮下港，警察迄是足请呀，足尊严个，我拢叫警察叫做代理。伊嘛足希望讲哦，我会当去考警察。想袂到，我真正考掉啊！我做警察，阮爸感觉足骄傲的，甚至吼，伊可以四界去甲人骗，去甲人逮。啊，不过伊安尼走啊，我即马我嘛无故乡的厝会当回去。就算我都倒去，嘛无人哦，会看要跳倒来出来搞仔。你甲恁爸爸有这么深的感情哦，
无怪你这么歹哄啊。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的呢，你是迄个让恁爸爸永远感觉到骄傲的后生呢。我相信，伊一定嘛无希望讲你为着伊的离开，一直这么艰苦。顶回你甲我讲的代志，我有听啦。也毋过，真正做歹放下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做，只好都放下。这真正要做到吼，是无遐尼简单啦。哦，啊，咱这吼心情的调整是上重要的，试看卖啦。你着甲对恁爸爸的唔甘换做祝福，家己照顾好，唔通让伊有牵挂，安尼嘛是一种友好哦。歹势，借问一下哈，我要找江秀芬小姐啦，啊，唔知伫倒位。哦，伊伫咧后边做资源回收啦。遐呀？对哦。哦，多谢啊。我来啦。哦，这真重呢。快紧，快紧。啊，明山啊。哎呦，啊，你今仔日是来找倒一位长官的？啊！你得爱趁因下班之前，紧入去找因哦。无啦，我是来找你的呢。顶回代志哦，真多谢你啦，这请你吃。哎呦，你哪会这客气啦？我也无做啥。无喏，你顶回甲我讲的话吼，我最近的心情哦，加足平静的，甚至我嘛敢回去我故乡的厝啊。其实吼，阮爸走了后，我一定唔敢回去。我总是感觉讲，我无迄个勇气吼，去逐日去我故乡的厝，逐日去迄段嘛。啊，不过顶回你甲我讲遐个话了后，我总算吼，我都提起我勇气，去回去。倒倒去整理阮爸留落来物件。啊，把迄厝吼打扫一下。啊，若每整理一项物件吼，就想到足侪代志，啊，足侪故事的。啊，整理一项，啊，心就安尼疼一下。这回吼，我回去啊，啊，我毛翘阮爸学倒摆，啊，就洗迄田，一直洗。我嘛毋知我要洗去倒位。我就是安尼一直徛，我才想到，细汉时阵，阮爸桥都莫甲我载的钱，我都想到讲，阮爸伊是用行的袂去爬的，奈怎用倒的出啊？我伫感觉讲，哪有可能的，哪有可能会挣扎？我想到这一切，我感觉足后悔。我若无去爱台北石头路，无来做警察，我是不是有搁较侪时间会当陪阮爸？明山，还要把这种代志吼放下。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啦。啊，不过无论安怎，你即马愿意回去啊，这吼就真正是安尼下一步足大步出去啊哦。我知影，所以啊，我足多谢你的啦。啊，若是无你哦，哇，我可能真正我无法度去搭你去我故乡的厝。所以，这第三吼，一定要收起来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就给你收起来啦。嘿，
哎呀哦，你当是有啥物问题，你就直接来啦，唔通去安尼只搞礼数，搁炸礼物。知啦，知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我即马都有问题啊咧。好切紧哦，哦，啥物问题？你问，你问。啊，就这啊，我有淡薄无了解啦。啊，你整理这纸这么重，啊是要做啥物货？啊，这都用用都带去晒就好啊咧。无啦，我咧做环保啦。这物件拢是搁会当搁回收再利用的哦。哦，是啊。嘿啊。啊，这毋是得粪扫尔。无哦。这哦，粪扫嘛会当变黄金吗？哎，唔呐纸哦，你看，啊搁这啊，这弹弓啊，这有无？嗯。啊，搁你后壁这保特瓶啦，吼。其实哦，啊搁有做些咱平常时啊，逐工拢会用到的物件，拢会当搁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啦。安尼较袂去造成这资源的浪费，啊嘛会当减少地球的负担。明山，啊是讲你若无排斥，若有闲的时阵，嘛会当跟我做伙来做环保啊。好啊。哎呦，啊你嘛答应了伤紧啊，拢免考虑一下哦、喔。哎，安尼我这歹听话，爱来讲正经哦。我这咧做环保的时阵哦，常常安尼做甲大粒干、细粒干哦，啊物件拢足重的哦、喔。啊，若物件较侪的时阵哦，嘛是做甲安尼三斤挂袂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这对阮警察来讲吼，小 case 尔啦。只要吼，你刚收分滴哦，我一定甲你斗三工。哎，好感恩呢。对啦，啊，你即马哦，甲我讲吼，这要去倒位啦。啊，安尼麻烦你啦吼。来来来，你对我来。好。这边啊。啊，我倒无。有啦有啦。奇怪呢，啊，玉英哦，去联络代志，哪联络这么久啊？嗯，可能这么过窗口，较无用啦。歹势啦！啊，没啦，没啦。啊，感情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咱这么久啊？啊，都足侪人啊吼，打电话叫咱去收回收啦。啊，我哦无简单哦，把电话挂掉。要来这，行无两脚步，就阁有人打电话来。遐个所在要走，啊，司机敢无到？系啊，对啊，就是有人请假，所以我甲你啊联络，你想办法。哦，想到我头都痛。哦。进前哦，我拢唔知哦，这个工课哦，爱面对这尼啊侪代志啦，爱联络，还阁哦爱调派一挂人手，啊，要处理足侪临时发生的代志。即较早阿芬哦。那唔知安怎，到我就做会到呢。所以啊，有任何问题吼，咱大家做伙解决，拢莫想讲要家己长大啦。嘿啦，啊家家了家走几撮吼，啊收工较暗尔，啊个代志就解决啦。高运啊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嘿啦。哎呦，我来啊，我来啊。哎，师姐。我今仔日吼，要甲恁讲一个好消息。好，我带一个生力军要来，互恁熟悉。啊，真好着。啊，这位吼是黄明山呐，伊是伫个东社派出所做警察的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哦。哎，明山呐，啊是讲你敢袂晓开手牌的车？有，阮足欠司机的呢。手牌我会晓开啦，这哦我已经到三工。哦，够好，够好诶！果然哦，是生力军，马上哦可以派上战场啊！真的是很感谢你啊！无虾米啦，就开车尔，没讲啥感谢啦。哦，无，这是一定要甲你感谢的哦。等今仔日结束吼，你就知影你讲这无虾米哦，对阮来讲是足重要的哦。是啊，那无你哦，我看哦，我会像阿芬同款，以前哦，伫咧路边尔咧哭哦。哇，你搞闹亏！哦，这这重哦，我来啦！你也看唔完嘞哈，爱叫我啦！差不多啦，哈，好香嘞！不会啦，哇！哎呦！来来来，拎几罐凉的，休困一下啦！好好好，没，谢谢谢谢，这里哦，谢谢啊，没啦！来来，我。
就这样。够体贴的。嗯，明山，今仔日哦，真正做感谢你的呢。没啦，免客气啊。也是讲哦，恁大概拢爱收遮济哦。嗯，差不多啊。啊，所以哦，我唔只会甲你讲，你讲迄对你来讲无算啥个代志吼，对阮来讲是足重要的哦。你唔若甲阮斗三工呢，你嘛甲遐吼做回收的人帮了一个大忙。帮一个大忙？嗯。啊，你安尼讲，你较狠啊。无啦，这定时回收吼，才会当保持每一个店的流畅啊。啊，若无只物件若满起来，佫无人去收，那安尼大家也看到吼，就唔敢佫继续囤啊呢。安尼真内底有足侪资源吼，就予当作是垃圾，直接丢掉呢。所以你是真正哦，帮了一个大忙。哦。啊，那呢以后我若有时间吼，我就来这和恁做伙做环保啊。其实吼，就像你拄只所讲的啊，回收吼，保持流畅。我感觉吼，嘛好亲像哦，把我心内物件吼，做伙甲搬出来啊，啊暂时放下空。啊，保持心内流畅，啊，特别去想着阮爸的代志啊，啊，心情哦嘛加足好个呢。有吼，我拄只吼，安尼有偷偷仔咧甲你观察啦。啊，我看你做代志，就是安尼足认真、足拍拼呀。看起来是有影无安尼想东想西啦。安尼咱这做环保，唔来当放空，还可以当转换心情哦。是啊。咱替这个地球做环保，嘛是替哦，咱家己心灵在做环保呢。嘿啦，有闲哦，定爱定定过来，我拢足欢迎你的哦。啊，尤其是我，我心内吼特别感谢恁警察。是安怎讲嘞？啊，你含警察是有啥物故事性？哎，阿对，细汉的时阵出来就较无钱啦，啊，为着要趁钱哦。我就有当时会做出一挂，违反咱社会规范的代志啦。所以安尼常常出入警察局啊。家在，伫警察局内底待人足自卑的。啊，知影我的状况会替我讲话，啊，佫会甲我教讲咱人生的路要安怎行正道。所以我真特别感谢恁警察。要若无吼，伊当阵我也袂晓想。啊，唔知影悔改愈聊愈深，我今日无一定会当坐伫遮呢。原来阁有这段故事哦。虽然哦，我唔是遐警察啦，也毋过哦，以后我办案时阵，我得提醒我家己哦，爱记哩你拄只所讲遐个代志。想袂到阮做警察的对一个人影响这么大。明山，那呢你是真正足重要的哦。啊，不管是做环保啦，还是做警察啦，你拢是安尼这么优秀，这熬着。我相信吼，恁爸爸若知影，伊伫个天顶嘛，一定会感觉足骄傲的。而且吼，做环保嘛是一种利益众生的代志，你都甲做环保当作是一种祝福，啊，甲这个祝福回向给恁爸爸。安尼听起来袂歹呢，你又搁帮助一个警察啦。哎呦，其实我也无做啥，啊，就是陪伴吼，搁鼓励啦。无伊原本嘛，唔知影阮到底是咧做啥物的。我得安尼偷偷啊，甲伊讲，互伊了解，啊，趁这个机会吼，叫伊做伙来做环保。想袂到一个啊，就答应啊。安尼好啊，以后恁若是有其他的活动，你就招伊去。我是感觉啦，若是想要袂记亲人过身迄种痛，就是加找一挂代志做，吼，我家己较无闲个，安尼就较袂记想遐济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我就是希望吼，会当予伊有一种亲人伫个身躯边陪伴个感觉。啊，明山啊，伊家己一个人伫个台北食头路，啊，两个哥哥嘛是安尼，各人无闲各人个，啊，即摆因爸爸过身啊呢。阿煞袂赴，甲因爸爸尽孝道，伊对因爸爸有遗憾啦。哦，阿那特别听着伊讲着这吼，都予我想着我甲阮爸爸。
我敢有甲你讲过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阮是搁爱去古井哦，安尼灌水倒来厝里用的哦。啊，迄阵哦，阮爸逐遍拢嘛招我做伙去，啊，毋过啊，我根本都搁遐细汉啊，灌袂叮当啊，逐遍拢嘛是伊甲我倒灌倒来。后来搁做阮学校的家长会长咧，啊，是迄啥物市民乡代表哦。我迄阵感觉足硬的，走路拢有风咧。啊，这代志就敢若昨才发生尔，我都拢啊袂赴甲友好的，伊都已经离开啊。其实我嘛同款啦，我爸过身以后，我嘛常常个感觉无好啊，甲伊友好。不过阮即摆会当做的，就是好好友好阮妈。你嘛同款啊，你若有闲哦，你就转去华联看恁妈，我想一定足欢喜的。哟，哦，我即摆就来甲伊约。嗯，即摆，哇，我啊，你的课程哪会遮急啦？我这礼拜放假吼，甲建华啊，带两个囡仔回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安怎无来啦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家己来较细腻的哦，爱加食饭呢。好啦，再见。啊，妈安怎讲？妈讲哦，啊，你咧无闲，我嘛咧无闲，囡仔的功课嘛足无闲的，叫我无代志，莫回去找伊。你拢唔知影我系想伊，妈是好心替咱想啦，啊，不过伊心肝内一定就希望看到你。啊，是大人拢安尼哦，明明都想要囡仔陪伊，啊，煞无要讲出处。啊，无咱就等囡仔歇落再去啊，到时伊就无法度甲咱拒绝啦。嘿，对呢，安尼哦，咱就规个暑假拢伫咧华联避暑。规个暑假遐尼久哦，啊我拢免上班了哦。哎呦，无法度啊！啊，真正想着妈妈吼，我都想要马上冲去伊身躯边啦，我啥物拢无想要做啊。未晓道咧，你即马是咧安怎？我想要先食饭啊。应该是咱同个做伙食啊，恁来当先食。我着等你。别搞找理由啦，冤家就是冤家，先食就是唔对。啊，虽然讲你是顶师，你咪当好啊，先听我讲。啊，我是因为有勤务，啊，所以我爱先食。我慢慢过啊，啊，倒会用的。啊，啥物我着袂用先食。我讲袂用就是袂用，冤家就是安尼啦。咱是一个团队呢，要食饭应该咱同个做伙食。差点仔时间就是袂用的，袂当因为你一个人在破坏规矩。我叫你等，你就等，等一下大家做伙食。你在想阿爸？你即摆什么态度？我你的顶师呢？啊，顶师了不起哦！你，哎，好啦。哎呦，恁两个较冷静的啦。阿芬啊，啊你哪会来？啊来送公文啊，煞看恁两个咧冤家。黄导啊，啊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啊，来你的办公室一下吼。免啦，大只讲得啊。无啦无啦，来办公室讲啦。哦。好啦。哦，是有啥物代志，一定爱入来我的办公室才讲的啦。啊。哦，我是要讲你啦。啊，你敢袂用好好啊讲话？是啊。啊！你甲人讲话，着真正爱安尼大声细声。哦，因做唔对代志，我当然是爱教，这嘛是我的工作之一啦。哎呦，啊，着算是安尼哦，嘛会当好好啊讲啊。阮师傅有讲哦，这脾气嘴巴不好哦，就算心地再好，也不能算是好人呐、啊。敢讲你要做歹人吗？我哪可能是歹人啦、啊？啊，对。所以吼，你着爱练习好好啊讲话。
啊，就算你是对的，你有道理啦，嘛会当想办法，看要怎好好啊讲啊，把这理直气壮吼变作理直气和啊。哪有这简单呐？啊，就是无简单，所以唔才爱修。啊，我嘛有咧修呢。哎呦，我较早咧讲话嘛，甲你同款啊。啊，若想到啥就讲啥，安尼噗一下就甲讲出去啊。我嘛是教阮遐师姐咧学习，啊，要讲话进前吼，得加想一下。啊，唔才会当安尼慢慢啊改变。嗯，是呢，你甲较早比起来吼，有影差真侪呢。嗯，我是感觉讲，我阁差了无介侪啦。你看阮咧千惠师姐有无？哇，伊这哦是会当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哦，啊，讲话安尼轻声细碎，啊，嘴阁顶阁敖讲话，我哪会当做甲像伊安尼就好啊？哦，是呢，迄个千惠师姐哦，真正厉害。那呢，你得甲伊学习啊，这讲话吼得较轻声细碎啦。我查甫的呢，我讲话哪有可能像像伊共款来轻声细碎啦？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尽量尽量哈。啊，这公文啊。哎，明山啊，明山，够有时间无？还佫淡薄仔时间啊，免随出去。啊，是安怎咯？哦，无啦，我想要甲你讲一下风度的代志啦。唔免讲啦，啊，迄个人就是安尼啦，无代志啊，大细一声，我不会惊伊啦。迄长官哦，我嘛不会惊啦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啊，伊迄讲话口气吼，就是拢遮歹啦，啊，常常嘛安尼得理不饶人。啊，若是伊规定的代志吼，你得一定爱照伊的方式去做，像伊做爱清洁的有无？迄若一垃圾吼，迄是一定骂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？啊！伊规定大家爱做伙食饭，啊！我无照规定行，伊才会正受气。嘿啦，伊就是规定做严格，啊，较爱骂人啦。欸，啊，那这拢莫讲哦，其实伊人足好个哦，啊，心肝嘛真善良啊，啊，佫会共斗三工。哎呦，恁做伙久啊，就会知影啦。可能啦。哎呦，我拄只安那有甲苦劝啊啦。阿弟吼，我是感觉讲，你也是找一个时间去甲伊把代志讲互清楚。啊，敢那讲人伊嘛是长官呐，啊，咱甲长官讲话，这态度都爱较注意个啊。我相信讲哦，今仔这若是恁爸爸，你一定唔敢甲伊对骂对无？因为伊是长辈，吼。啊，是甲伊把代志讲互开和好，啊，理直气和安尼，毋是足好个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等下出勤了吼，我会找一个时间哦去家回室内啦。多谢你啊，搁搞到三工一届。无啦无啦，这我应该做的啦。好啦好啦，啊出去待你就较细腻哦。好啦，我要来啊。好，多谢啦。别别别。还袂落来吃早餐哦。嗯。哦，等下搁要迟到啊！起床啦，逐天拢要赖床呢，你。蔡总理。又安尼。哼，我是惊你上课袂赴啦，紧落来吃饭啊啦。嗯，我逐天就爱人叫你起床，拢几岁啊呢？我要跟你去外口买啦。妈妈住厝啊，想怎过要买？啊，大家拢食这袂鲜哦。嗯，啊，有人甲你穿早顿阁嫌哦。何总理吼，去外口食无要紧啦。啊，总理有钱无？来，阿妈给你。免啦。是啥物态度啊？是要甲气死哦！妈，你莫生气啊！阮班以前嘛足侪查甫拢嘛安尼。对啦对啦，即马着青春期啊，拢有家己的想法啦，正常个啦。秀芬啊，来来来，食饭啦，莫生气啊，来。
来吃饭啦。好。阿芬姐啊，来上公文啊。是啦。啊，对啊，顶届红豆的代志哦，真多谢你呢。我后来有去甲伊个代志哦，讲啊清楚啊啦。对啦，爱这个人吼，就是个性较着急啦，无歹意啦。我知啦。啊，你是安怎哟？我看你啊面色无介好了。无啦，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啊，厝里的代志。阿芬姐啊，阿卡叔吼，你若唔惊，让我知影，顶下甲我讲啦。啊，之前我有地方摆代志，伫咧烦的时阵，是你甲我斗三工的咧。啊，即马你有代志，你慢讲给我听啊。我真正吼，会让阮囝气死啊！态度真正有够歹，我都想无呢。我这个后生啊，我若要甲伊讲话吼。啊！伊是对我安尼爱理不理啦，啊，若甲加念两句啊，啊，夹一个面相给我看，哦，态度真正有够歹的。我相信恁囝吼，本性吼应该袂差去到倒位去啦。啊，你嘛只是吼，爱之深责之切啊。我感觉吼，你当咪想要来试看卖啊，换另外一种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我细汉时阵吼，阮爸是足严格，尤其咧读书方面啦。啊，阮两个阿兄吼，拢去阮爸拍过呢。啊，因咧跪咧涂跤，去阮爸摕皮带，啊，甲摔了。即惊人哦。哦，我看阮两个阿兄去阮爸咧拍吼，我嘛看袂落去啊。我就是讲吼，还要跳出来啊，替因讲话咪。阮爸哦，气甲安尼讲哦，伊嘛想要甲我拍。安尼你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怎啊对啊！我去米咧吼，迄草包米一万诶。啊，安尼恁爸爸一定足烦恼诶。就是啊。我要讲的意思是吼，阮爸吼，伊安尼嘿尔严格对无？我刷电脑想要甲反抗。啊，伊烦恼话时阵吼，因为我刷电脑冷静落来咧，无得看吼，啊恁囝嘛是同款。家境吼，袂当硬都硬啦，啊若无吼，会家下摔跤吼，愈远去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就像迄什么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哦，伤强伤硬拢袂硬。我感觉吼，建议啦吼，你回去吼，啊，多煮一寡好食的来食，啊，含伊家这话吼，啊，好好讲，一定好的啦。试看卖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再试看卖啦。明山啊，我吼啊，之前一直咧讲你甲红豆啦，啊讲甲遮大声着，啊搁一直讲红豆安尼脾气无好，袂晓好好啊讲话。啊，即马颠倒这代志发生伫我家己身上哦，我嘛变作甲红豆共款，无法度冷静落。啊，可爱你来甲我提醒。秀芬啊，哇，足胖的呢！啊，你煮什么好料的？无啦，啊，就一挂简单的菜啦。哇，啊，这拢是众人爱吃的呢。啊，我到今仔日咧甲明山开讲啊，阿姨就甲我建议讲，会当煮一挂众人爱吃的菜，啊，好好啊，甲伊讲啦。我下班就出去买菜回来煮啊。众人哦，那是知影你为准备安尼这么侪好料啊。一定哦，真欢喜的啦！希望是安尼啦。妈，啊，我今麦甲迄个明山哦，未出一家伙啊！我无想到讲，伊竟然会听我讲厝里的代志，还佫予我建议呢，我够感动的。人甲人之间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啊，你对伊好，伊就对你好。
啊，你甲钟林嘛是同款。我看钟林哦，以后会乖乖听话，啊，袂来变鬼变怪啦。来，我来倒三更，较紧啦，较紧啦，较紧啦，我来用个好啊。啊，我来啦。哎呦，较紧啦。哦，妈，无安尼，你会甲我讲一下，我来接一下电话。哦，好好好。喂，嘿，老师哦，嘿，我蔡宗林妈妈啦。什么呀？蔡总理，赶过来。还弄啦？你莫听准讲，你今仔日咧学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唔知影哦。家己讲。搁什么代志啦？什么代志？你今仔日咧学校甲人相拍，老师拢敲电话来处理呐啦，什么代志？啊，相拍就相拍，有啥物好奇怪啊？啊，你做唔对代志，搁讲这款话，我哪会生你这种后生啊？对啦，我就是安尼啦，互你感觉足见笑的啦。蔡宗林，你敢讲两句敢袂用呢？宗林啊，你甲同学拍到流鼻血，恁妈随包红包传礼物，走去人家给人回失的，你知无？你感觉安尼，你敢有较赢？你甲人相拍是拍赢啦，啊事后我着去给人回失的，啊了红包搁了礼物，安尼毋是同款输啊？啊，敢我叫你去的吼？你家己无代无事，爱管遐尼济？你讲啥啦？我的代志哦，免恁管啊！啥物你免我管？恁老师搁甲我讲，你的成绩都差的哦，即摆搁一个考量无好，我免来当卖管，你拢唔知我会烦恼的哦。成绩无好，搁甲人相拍，你是要去做无我？蔡总理啦，我咧甲你讲话啦，你也拢无要应啦，啊？你去倒位啊，蔡总理啦？这个囡仔真是愈来愈唔是款的啊！妈，阮入来哦。饮一嘴仔茶啦，莫生气啊。啊，这个囡仔哪会这歹教啦？我到底应该要安怎做才会用的啊？你先冷静一下啦。你想看卖，你对黄道警官讲的迄款话，毋通发生在家己身躯顶，你都袂记啊？我知影我无应该用骂，啊，不过吼，我若逐遍看到伊迄种态度，我着足想要甲骂落去的啦。好，我会好好啊控制我家己的脾气啊。不过我真正足烦恼的呢，啊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做。敢若不管我安怎教，啊，蔡宗林就是会变甲安尼。你莫安尼想啦。我走车的时阵，我嘛常常听到人客咧，啊，怨叹家己囡仔的代志啊。不过我听到尾啊，我拢会感觉是爸母管伤多，伤过急，伤过烦恼啦。敢是？是。而且啊，我听人客咧啊，细细念，啊念到尾啊，我拢会感觉讲，我若是伊的囡仔，我嘛挡袂牢。我有时阵嘛会看到我同学的爸妈嘛是比较安的。我嘛是感觉讲足可怕的，那安尼我应该是还好啦，我敢有遮严重？有哦，你哦就是伤过烦恼啦，关心则乱，知无？你应该搁较捌代志，搁较冷静。迄囡仔咧唔捌代志，顶通互伊影响着。嘛是呢，阿师傅讲过。那是一个爸母伤烦恼伊个囡仔，安尼伊个囡仔就会无福气，
因为伊的福气吼，拢去给伊爸母烦恼掉啊。蔡建华，啊，我敢会是想烦恼蔡宗麟啊？啊，怎啊给伊变作安尼啊？嗯，嘛是有可能哦。啊，你应该啊，爱学会晓放手，哎，无得较对伊较好咧。是啊，妈。其实我是感觉讲功课无好，你着准拄煞。啊，宗麟爸甲我讲过，伊感觉讲读册足无聊的，所以伊无想要读啦。我是会当卖管伊的功课啦，啊，我嘛会当卖去甲念啊。啊，不过我是惊伊去共学歹呢，伊咧学校甲人相拍呢。你即摆烦恼伊学歹，还阁伤早啦。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，是安怎伊会甲人相拍，啊，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？啊，若真正是总认唔对，你着好好甲伊开导。啊，伊遮尼巧，伊一定听会入去啦。伊敢会？会啦，哦，拜托一下，你嘛对恁囝好，是毋是呢？宗麟啊，你敢会用甲阿嬷开门？宗麟，阿嬷，阿嬷，你是来看看我甲妈妈好好？是来甲你讲故事的啦。讲故事。看到你哦，让我想到你爸爸少年的时阵啊。伊读书的时阵哦，足爱耍的哦。哦，甲十几个朋友安尼烧酒去找田边的，啊抓鱼钓鱼，啊搁走去养头板白啊呢。想袂到爸爸嘛安尼哦，伊哦，书无好好读，成绩足歹哦，爱高职哦，读一年外都无读啊，所以学历无悬。原来即摆我即成绩无好，就是传着伊哦。有可能哦，哎，迄功课无好嘛是哦，袂用勉强的啦吼。啊！你即句哦，搁伫青春期，啊有家己的想法，啊希望人了解你，袂爱人管，遮个哦，阿嬷哦拢足清楚的。妈，你比我妈妈明理多了啦。啊，其实咯，你妈妈的个性较着急啦。哎，是哦，惊你惊偏去。哎，以前哦，我嘛是跟你爸爸讲，咱做人哦爱正派，无去惊歹路。啊，好亲像哦，你甲人冤家，安尼弄着啊啦。安那讲哦，嘛袂用去相拍啊，嗯？啊，你爱自由。袂爱你妈妈管你，啊！你嘛是爱互你妈妈知影，你啥物代志你家己注意，啊！唔好你妈妈烦恼啊！你细汉的时阵哦，啊有一届，甲隔壁迄妹妹啊出去耍，啊两个人啊耍的就无去啊啦，吼！啊，大家哦啊四界去找拢找拢无，你妈妈。骑个脚踏车，安尼四界去找你啦，啊，找到后，规个人强要起笑呢。蔡宗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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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叔，你搞谁掉？我遐拢找无啊，我有问人，拢无人看到啊。你要安怎啦？拢是我唔好啦，我若甲顾好，伊就袂无去啊。现在你乖囡仔会足济呢，伊到尾安尼都无去啊！好啦，你先莫紧张啦，咱继续找啦，一定找会到的啦。
好，你看，来瓶水。蔡总理，啊，搁有一届啦，你出车祸脑震荡，啊，你妈妈惊开规个心脏要跳出来呢。哎呀，你哦，无眉无子，甲你照顾啦，啊，搁带你哦去做足侪足侪检查。因为这边哦，讲了这件代志哦，家己哦拢足责备家己的啦。咱等下礼拜要检查哈。妈，我不会去。检查尔啦，唔免惊哈。妈，我不是要来。没啦没啦，妈妈陪你入去哈。唔免惊啦吼，无妈妈甲你打勾勾，我一定会伫你的边啊，好吧？好，安尼你也勇敢哦。你答应阿妈，阿去甲你妈妈回信嘞。点歌。爱我跟妈妈回信嘞，我实在讲不出嘴了。好，安尼啦。行阿婆之间应该是互相信任的，结果这件代志竟然是别人来跟我讲。人做严肃的，迄一点啊，若无做好吼，伊就大声讲咩，啊一咩哦，都一两点钟呢。不放弃的精神，靠自己振作，挑战失败，时间淬炼的温厚，酿出勇气以后。努力感受人生的经过，冬天开花。